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好好，就这个面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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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免洗衣精哎，不用洗衣精，对，它完全不用洗，这是肉松吧？还是这么小？超级小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，然后也不用插电，超级厉害，然后你旅行就可以直接把它带走啊？这是什么样？怎么使用？只要这样把它转开，转开，对。然后把它泡在水里，直接放到水里。对，比如说我们要洗我们这个，很臭。我只想把它打开，因为它很臭。这个是陈年臭膏袜。对。哦哦。臭膏袜，好好，赶快赶快赶快整桶泡进去了，不要一件一件，我真的很臭。只要洗一支就好了啦，真的，全部。啊，就这样泡。要这样考验这一台微型洗衣机哦。哦，好臭哦。好，压下去，压下去。OK OK， 好。关起来，关紧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它就你看，你看，它有稍微在冒那个很像洗剂的东西上来。浸泡进去，浸泡。对，好，有。要不然很刺鼻。对，这样好了，用手比较快。宪哥。哎，它真的有那个，有那个烟呢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在泡吗？哎，有。哎，有。它是不是什么原理呀？哎，有没有？它有在冒那个白白的东西。里面有在冒白白的，你看。它现在就是正在杀菌，然后也会除臭。哦，你看，有。有哎。哎，会不会里面就是类似？啊，里面也没有什么洗衣精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它里面是利用超音波的那个功效。这么高级？对，所以它大概。这样子浸泡十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回来看看它会不会就是真的完全没有臭味。一二三，噔噔，喷就好了，喷两下拉一拉，两下拉一拉，搞定，弟兄，我，救援，喷它几下之后呢，就给它拉一下，你要喷多一点，喷多一点，是不喷多吗？其实这样就有。就感觉没有发现吗？还好。你喷多一点嘛，整面都喷，下面也喷，下面也喷。对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就这个面。可以。哎呀，有喷到，有喷到。好。看到什么？有。好，就这样拉。这时候这种配乐，好，你再给它顺下去，顺一下啊。然后大概停个几秒，你看它跟旁边的差别，好像有一点哎，好像有一点哎，而且我完全没有用力哎，上面真的有，是因为水汽吗？它就上面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宪哥你想要试，我不用了，皱纹有办法吗？要不要试？那个我们应该是那个，你要用面膜，对，皱纹要面膜，对，好了，这个算是至少70分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三个不用水一擦将污渍去除。一二三，来，去污笔，擦笔，去渍笔，这个真的会有效，就是这样转。哦哦，对，哎，里面就有这种哦，像护唇膏啊，护唇膏的东西，就这样，然后怎么样？擦在衣服上面，衣服上面有一些污渍的时候，然后你只要涂上去，对，它就没了。因为像女生有时候脱衣，污渍，请过来。哎，我现在还是清白的。来，污渍，你站在前面。污渍，来哦 ，OK， 那我们来把它弄脏。哎，有小绿这边有，弄脏的。哇，喷喷，交给你。亲爱的，你喜欢吃薯条吗？我喜欢吃醋。你喜欢吃薯条？那要沾番茄酱吗？好啊。这么容易啊？那我就来喽。啊！这样够吗？够。脏了。好，这时候完蛋了，这已经斗血了啦，斗血了。先把它擦，已经咬进去了，咬进去了，这咬进去。医生，里面那件也要脏了。对，渗透，它会渗透。对，这时候拿出我们的，先擦干净，这蛮香的，下面都擦掉。好。对。什么画面？小擦一下，好。拿出这个笔开始擦，有用吗？好，对，擦，给它擦，用力的擦，有用吗？好痒哦！很容易就磨掉了。怎么样？还是三管齐下，三管齐下。DJ Jeff。
的 beat， 耶耶 ，DJ Jump 的 beat， 好，你来呢？我啊，哎，你好脏哦，我有湿的纸巾。哎，这个反而有用哎，是不是湿纸巾？这反而有用吗？湿纸巾反而有效。对啊，然后呢？真的好像有变淡了。他是不是要先涂，然后再用湿纸巾？对，要先对一个 combo 连续。因为你看我这个涂一涂，它马上就变平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它上面就是一种，它拱上去就是一种这样子，什么胶？真的有神奇哦！对，不知道是什么原料。如果像我们刚刚这个没有涂过的，哦。对，要先涂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是要是还是真的是有用的，有用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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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像是有用的，明白？好，来，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的袜子，来来来，袜臭袜臭袜，医生，等下医生啊，别走，医生别走，我们还用得到你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没有，现在已经 OK 了，医生来看一下，医生救命！哎哦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它在里面，它的液，它的，哎，真的有在冒泡，有没有？真的还持续在冒，对，持续在，直接夹起来是不是？嗯，来，夹起来闻就好了。好，手不会臭吧？手应该不会臭吧？没有，现在已经洗干净，都不会臭。嗯，笑死了，他自己比袜子臭那么多，还嫌袜子臭。哎，在这边好像没有感觉到哈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晃都没有。跟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，完全没有那个味道。没有，你不用全部夹啦，就是这样可以闻，直接闻。可以闻了，可以闻了。好恶哦！来，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很味道哎，完全，而且，对啊，会香吗？它有一种衣物的那种清香的感觉。我帮你，真的，我帮你拿一下。真的假的？是鼻子啦，鼻子过来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就知道，不是，真的，我歪掉了，说话，他重心不稳，而且没有味道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没有味道，完全没有。变香。Hello， 各位宁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。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包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